上看台，还是一路转出去了、哦。哇，但是这个有打到人了，糟糕，打到这个妹妹了。哇，妹妹好痛，赶快防护员来看。哇，有办法接吗？那个位置有点尴尬，上看台，还是一路转出去了、哦。哇，但是这个有打到人了，糟糕，打到这个妹妹了。哇，妹妹好痛，赶快防护员来看。哇，怎么这一弹会打到妹妹？刚刚看，这个就是球在旋啊，你原本可能以为还在场内，所以两个野手追过去，就一路转出去了。妹妹还没有安打，哇，打得很强，安打说着说着就来了。在两出局的情况下，富邦呢打者上垒。哦，又发动盗垒，哇，丢到了打者身上吗？啊，跑者身上吗？哇，盗垒成功。那防护员要上来，赶快帮他看一下哈、哦。哇，今天这个选手中弹的情况还蛮多的啊、哦，让他喘一喘。也的确，就刚刚看到这球是打在他的身体上，没错。而且不是背就是胸，宋家祥的一个出手都比较偏向那个二垒手这个一个接球点啊、嗯。哎呦，真的这样看直接打到，打得很强，阿英挡下来抓几个，再做一个转传 ，safe。哇，但现在换阿英倒在地上了，也是用身体去挡球，哇。上个半局是范国成，这个半局换梁家荣，糟糕！第一时间还是要先处理这个球哦。今天这个奋战精神呢，真的都是100分，两边的选手都是先去处理球啊，反正这都是很强，你只能够用身体去挡啊。有些这种状况是你防不了的。